大家好啊，我是 BB 旅游顾问中心的方博士。每一次跟大家分享 case 的时候呢，我都觉得应该也要教大家一些这个的行为按摩，因为我讲了几次的压力的 case 是，其实我想大家多留意的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感觉得到心跳快了，脾气爆炸，甚至有时候人无端端想哭，或者无端端的，好像心跳特别特别的快的话，其实你应该要留意，你可能已经有忧郁症，或者你可能压力过大了的。所以千万不要因为怀孕，而千万不要因为工作而导致到你有这个的问题出现。所以我觉得每样东西，只要你愿意去分享，或者你愿意用一些的时间来配合一下，比如说家务啊，或者运动啊，或者window shopping 啊，甚至你找朋友跟谈谈都可以。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学习一下，就是怎样用穴位来舒缓你的压力。因为当你有压力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你会失眠啊、流汗啊，除了当然心跳快啊、脾气爆炸啊、胃口不好啊、头痛啊，这些都会出现。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六个穴位，如果你可以在我们的网上留意看这六个穴位，我是也会放图上去，但是我先跟你们示范。OK，那第一个穴位的话，其实是保健的穴位，我们把它叫做合谷穴。其实按穴位来讲，我们可以用很多方式，但是我教的时候，我比较 prefer 用大拇指来按。所以你留意看手掌方面呢，在这一个位置中间有一个洞的，只要你轻微的按下去，推它，每一次做它50下、60下都没有问题，一天可以做很多次，所以两只手轮流的去做，OK，这个是第一个穴位，OK，那第二个穴位也是在手边的，所以你看回我们的手掌，如果手掌方面的话，你看回我们这一边手掌下来，如果你把它凹在了这边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它有两条线。所以在这一边的中间，你可以用按，它有一个凹进去的地方，一样也是这样子的去推它，这样子的去推它，50下都没问题，有空就做。OK，那第三个穴位的话呢，我们叫做内关穴。其实呢，它也是在手掌，把它三只手指左右，你把它两三只手指，然后在这个位置也是有一个凹进去的位置，这个是第三个位置。那其实我现在教的这些的穴位，除了保健，也有关系到辅助心血，也有关系到舒缓你的那一个失眠的，所以你有时候有时间你就多做。当然刚才有讲说，如果说因为压力方面的话呢，也会导致到你胃口不好啊，所以呢，还有两个穴位我想教大家的，也就是在腹部方面的穴位。那腹部方面的穴位，其实你从肚脐上来的话呢，六只手指，就是肚脐上来六只手指，我们叫做中阳穴，也就是这个穴位。所以你用大拇指去按它的时候，轻微的按。如果有胃病的人，其实他们可能会感觉得痛的，所以你不需要一下子用很大的那个力度去按，你只是要轻微的按。那这一个你可以在刺前的15分钟、20分钟、半个小时做，刺完了之后呢，半个小时、一个小时再按，所以这个对你的胃非常有很大的帮助。那另外一个穴位的话，我们叫做穴，穴，就是说它在乳房下面的这个穴位。那这个穴位的话呢，其实它有辅助到睡眠的而且这方面的话呢，你可以在我们乳房下面刚刚好有一个鼓的位置，这边可以多按。有的人说按了会觉得痛，其实呢，只要你在按的时候，你的力度不要一下子用得太大，慢慢的增加那个力度。OK，那除了这样子，博士觉得还有一个穴位是在头顶的穴位，那我们把它叫做百会穴刚才这个叫做
九尾蚬，然后叫做百会蚬。那百会蚬的话其实也很简单，只要你用这两只的手指，就是我们的拇指跟我们的无名指，啊，我们的无名指，所以呢，你把它按在这个这个耳朵的上面，然后你把它这样子放，你看到吗？然后就是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你可以这样子按。啊，当然你不要用尖的东西，如果你很难用大拇指去按的时候呢，你基本上可以拿一只不尖的东西，然后你去推它，推它，推它，这样子就可以。这样，因为有时候压力大的时候啊，我们的思想也不清晰，所以百会穴在辅助这方面跟头痛啊，跟压力是非常有帮助的。如果配合这六个穴位的话呢，我相信呢，大家都应该除了可以舒缓那个压力，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啊。所以如果说有什么需要，你们可以多留意我们的那一个YouTube 网站，所以我们也会把图放上去的。谢谢各位。